你直接点就完了，就愿意他知道啥意思。需要选一个国标啊，点然后再新建式样信息。这随便好好好，不能光光随便编一个都行。好弄，赶紧开始点。然后生产厂家不写了，这个它的横截面尺寸写上。好，这都可以了。开始。然后清零，不是，都得等它下来了，这太高了现在。OK， 停止吧，停止。